天中国109年7月13日，金海16。金海十六号于彰化县西外因引擎起火造成火烧船，本港泰山一号船主许志成发现，立即前往施救，于1:24将三名金海十六号人员接驳至泰山一号上面。3:55时，泰山一号进芦苇湾渔港，由芦苇湾安检所及鹿港消防分队共同协助伤者上岸，其中船长双眼疼痛无法睁开较为严重，与另一名左脚挫伤船员送往邻近彰滨秀船医院就医。